疯狂的鲍丽丝，在疯狂的厨房。角色契合度很高的，他生活中就是一个真的很蠢萌的人，真蠢他是，真蠢他是。如果说宋逸然这个人物上了热搜，你认为会是什么关键词？渣男。那如果是楚婷上了热搜呢？可怜。跟宋逸然一样，要坚持保持一颗简单的心，因为东晋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大男孩，傻乎乎的，就是说什么就憨憨的那种。我觉得坚持这种简单的一个感觉，继续下去是很好的一件事。李俊导演看似很儒雅的人，但其实也是挺执着的。俊导是这样，很调皮，就是这个调皮这个词会在他身上不搭调，但是近距离接触过，你会知道这些不搭调的词其实跟他都很搭。哎，很有意思吧，就觉得真的很可爱，特别大气，特别有想法。